自制太空面包，麦片面粉制作的，喜欢的可以学起来。准备材料，250克麦片面粉，加入15克的白糖，3克干酵母，按茶匙的盐，混合均匀，打入1粒鸡蛋，用打蛋器用低速搅打均匀，边打边加入温水，一共加入了18汤匙的温水，继续搅拌至粘稠，加入3汤匙的油，继续搅拌成团。盖上锅盖，醒发1小时。1小时后开盖，手上倒入适量的油，涂抹在杆子上，剩下的涂抹均匀手掌。把面团取出，重复的折叠排气。桌面倒入适量的油，涂抹均匀，搓揉面团。用杆子擀平，从上面折回中间，下面也折回中间，旁边也折回中间，然后反面，再用杆子来擀平。折回再用手揉搓，接着放回桌面继续揉搓，用刀切成4份。取1份用手掌揉搓，再用杆子擀平。然后向下折叠，摇成圆形。再用手挪出圆形，然后放入烤盘里，盖上保鲜膜，继续醒发1倍大。大约1小时后，请发好了，放入预先预热的烤箱，以200度烤20分钟，香喷喷的太空面包出炉啦！加入猪肉扒、鸡蛋，还有调味料即可享用。喜欢的可以学起来。